方才你服用了五毒散，感觉如何？身子有些疼。五毒散药性猛烈，若寻常人服用，不出半炷香必定身亡。你是药灵体，天生百毒不侵，这倒稀奇。不过是替你试毒，不必废话。二公子，大人不知为何突然动怒，把房里的东西全摔了一遍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我这边去。哎，你虽是药灵体，但毒害未解，终究是有损根本的。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多谢你为他解毒。小事一桩，况且你和我做了交易，我喜欢得紧。我是温以言，司家收养的二公子，司方寻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。司方寻出身世家，曾是盛京精彩绝绝的贵公子，许是瞧他一生顺遂，老天对他开了个玩笑，司家获罪，他痛失双亲，被流放到苦寒之地。再回来时，他已然成了杀伐果断的权相。我本以为他会扶摇直上，却不想他受奸人蒙蔽，被毒得行走不得。滚！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原是你摔倒了。无需你假惺惺。你装出中毒的模样，是想讽刺我吗？我先扶你起身。树倒猢狲散，如今我成了废人，你还留在司家做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想守着你，说你好好用药，兴许有痊愈的机会。满口胡言，谁会喜欢一个废人？连太医院的院士都束手无策，你又能如何？你不肯服药，纵使有办法也毫无用处，吃药。我说滚。陛下已卸去我的权，好与不好又有何用？陛下弃我，昔日故交纷纷离去，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处？难道权势比性命还重要吗？司方寻，我好冷。温暖着你。司方寻，我们会不会冻死在这儿？别说丧气话，只要能活下去，我定能重返圣境，站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。你说过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过去的门客纷纷转投对手门下，人人都盼着你死，可我相信你能熬过去。你信我一个废人做什么？因为你是司方寻，夏国权倾朝野的丞相司方寻。来人，来人！连你们也欺我身残，滚，都给我滚！墙倒众人推，可笑可笑，简直胡说八道，不过一介废物，废物而已。若你执意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，我不会拦你，毕竟你就是个懦夫，只有伤害亲近之人的本事。这才是你的真话，对吗？出去，红一眼，出去。我去给你熬药。这便是你口中的喜欢吗？你叫我如何感应？丞相府曾经何等热闹风光啊！大人倒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起事。若留下来，咱们只有死的下场。曾经前呼后拥，春风得意，如今啊，我无权无势，护不住任何人，也留不住任何人，我注定孤家寡人，赤条条。去无牵挂，相爱也能成全于海，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。今日最后一晚，怎么弄伤的？不慎被柴火灼了手，不妨事。你是丞相府的二公子，他们怎么敢让你进厨房？这段时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喝吧。怎么回事？现在如何了？可有哪里不是？我当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喝药，原是存了害我的心思。我并无此意。无需狡辩。你想投奔谁？他许了你什么好处？我喜欢你，绝无背叛。喜欢？骗子。司方寻，你我自幼相识，我原以为你足够了解我。罢了，你好生休养。司方寻，我何时才能像你一样潇洒英武呀？
你生来体弱，我会护着你，不必心哦，你只要乖乖养好身子，我便满足了。若这条命能换你平安，那就死吧。反正也活不长了。丞相大人昨夜如何？可是大好了？你还敢说？他喝了你配的药，吐了一夜的血。吐血排毒嘛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。我让你给他解毒，不是让你杀他。下手是重一些，我今日就用千年灵参补偿他。千年灵参？千年灵参可是世间罕见的药材，大补的。姑且信你一回，若有下次，休怪我重视约定。哎呀，二公子，小的一定尽全力为丞相大人治病，求您不要扔下小的嘛。你松开。不松，我不会违背承诺。松手，我去给他买糕点，你也去喝一杯茶，歇歇脚。好的，二公子，你慢走。骑马了，都让开。我并非有意的。无事，你先起来。我叫林逸贤，是林尚书的女儿。起来，我要被你压死了。公子家住何方？叫什么名字？嘉诚。哦，来了。丞相府的二公子。有了。滚啊！你非得看我狼狈的模样吗？我还以为你是天神林凡呢，原来是这个臭脾气。二公子怕惹恼你，要我给你送药。你就是他投奔的人？投奔？你以为二公子背叛你？不是吗？我是被称作杏林圣手的江湖神医江畅。哼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了给你医治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我没有二公子那样的好脾气，这药你爱喝不喝。神医连御医都解不了的毒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虽是医师，但更擅长毒术。你这毒是复杂了些，却不是无解。你有几成把握？要是你老实喝药养身子，九成。你放了何物？苦？哼，苦就对了。二公子吃的苦，可比你这碗药苦多了。他同你做了什么交易？你自己问他吧。是啊。好热。夜已深，你怎么还未休息？小孩。什么？我养的小孩果真是天底下最好的。放开。不放。好像做了个梦。啊，不是梦。好酸。四方君，四方君，他行走不便，能到哪里去？二公子，他去哪儿了？林尚书家的小姐一早来拜访，大人亲自去迎客了。大人恐怕扰醒您，特意……哎，二公子，他素来要强，不愿让旁人见到这副模样，我得去看着他。我听说二公子……他是我的，别打他的主意。我知道，他是你的宝贝疙瘩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在街上看见二公子和一个男子走在一起。不，是那个男子抓着他的手。不对，是我看上了和二公子同行的男子相唱。同行？丞相大人可愿引荐？好啊。这是他中毒后第一次出来晒太阳，原来是为了他。人心的挥霍，你春的波。什么同甘共苦，终究比不过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是司家二公子，我司方寻的弟弟。他是我的，不准碰他。
他自小就不许我和林一贤玩耍，哪怕说一句话也会惹他不快。罢了，意乱情迷时的话怎么能作数，是我自作多情。街的一片心情成败过了平凡的以后，你说分开也能相守。怎么了？你是丞相府的二公子，怎能没有一件像样的配饰？这是义母留给你的护身符，我不能要。你无恙我便心安，有什么不能要的？你懂。你也在想我吃啥吗？待他痊愈，我们之间恩情了却，大抵就什么都不剩了。难得见大人这般精神，若二公子知道了，定然欣喜若狂。他怎么不来？二公子不知怎么了，一整日闭门不出，连晚膳都不曾用过。是吗？将神医又到二公子房里去了。什么神医？我看是二公子打着医治大人的名号和相好的私会吧。不可能，他自小被我养在身边，不可能爱上旁人。你想好了？四方寻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付出性命？他对我有救命之，那时我家遭仇家报复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温家得罪了大人物，要怪就怪你父母不识抬举。跟我走。你是谁？我是司家长子司方寻。司家？司温两家是世交，我爹娘听说温家有难，特意来帮忙。我是偷偷进来的。可是你只有一个人。想来我的二位已经拦住他们了。别害怕，我不会让你死。我不能看着他毒发身亡。咦，快收起你的情话，酸死了。小孩，滚！得令。司方寻，你想做什么？两个男子共处一室，你说我要做什么？我只是有些不适，请江畅来施针。你，我不知道你为请江畅出山答应了什么，但若我的腿要用你的清白来换，我情愿做一辈子摊子。我并未，我教过你，除我之外，不论男女，谁都不能进你的卧房。司方寻，我又不是你儿子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凭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是我养的小孩，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。司方寻，我在。司方寻，我在。你别喜欢林一贤，喜欢我好不好？我何时喜欢过他？你不准。好好好，不喜欢，我只喜欢你。我本以为我的一生将止步于此，可江长说有九分希望，我便信他一回。不管把你推到何处，都不如自己护着来的安心。自那日后，司方寻一早出时的腿米，衣着打扮也愈发花哨，好似皇宫里开屏的孔雀。瞧着我做什么？他像是忘了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，比往常更加温柔。方才树上落下的，同你一般，从天上跌进我怀里。说什么呢？不过是儿时贪玩，调皮上树，这才。这几日大人比先前好多了，咱们丞相府有救了。是啊，如今的大人就像得了雨露滋润的花骨朵，忙着开花呢。花被雨水甘露滋润，大人会被什么打动呢？兴许爱情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以为他终于振作起精神，原是因为爱情。他就这么喜欢林一贤吗？说谎。我不曾骗你，既然有些累了，我先回房休息。我终究是要离开他的。这段时间司方寻就像撞邪了一般，金玉器物流水似的往我这里送，莫非他被妖物附身了？二公子，这是大人给您做的香囊。二公子，大人听说您想看游记，特意为您寻来了徐先生的手札。放下吧。大人知道您心中郁结，叫您不必事事忍让。大人说只要他在一天，您就还是丞相府的二公子，无需委屈自己。委屈？他说的不错，我是该亲口问他的。听说只要对祈愿灯许愿，来年便能愿望成真，我们也试试。好，愿四方寻一生平安顺遂。
许了什么愿？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是吗？我只盼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你我永不分离。好，永不分离。他大抵对我也是有几分喜欢的吧。看来不必问了。丞相大人，你再把江昌借我几日吧。为何？昨日游湖，我刚拉住他的袖子，他就推开我，像个被男子调戏的良家少女，分明我才是那个女子。你太过张扬，吓着他倒也寻常。可我喜欢他，喜欢就该说出来，藏着掖着做什么？瞧瞧你兄长，他不也抱得美人归了？就他喜欢嫂嫂喜欢了三年，愣是憋不出一句话，若非我替他说，他一辈子都娶不到妻。说出来了。你莫不是没对二公子说过喜欢吧？你们俩都是巨嘴的葫芦，难怪能当兄弟。我什么都没说。这几日江昌有事要走，待我好些便见。酒气熏天，何时学会偷着喝酒了？四方玄，四方玄，四方玄，是我。四方玄，梦里你怎么还是站不起来？自你中毒，我就整日被你欺负，好几次生出离开你的心思。我今后不会了。你是四方玄。从小到大带我最好的四方群，我喜欢你，就算欺负我，我也喜欢你。四方群，我喜欢你。你的眼神再近一寸，难道不是吗？落地生根，满天星辰。昨夜不老实，早晨还不老实。我昨夜醉了。醉了，是谁缠着我说了一夜喜欢？近几日你为何躲我？便为躲你。是吗？你不愿说，我不会逼你。记住，你是我养大的小孩，无论如何丞相府都是你的庇护。好。前些日子你也说过喜欢，却和林一贤拉扯，最后一次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四方玄，我已收集其药材，今日便能解毒。好，只是解毒之痛非常人能忍，若你下定决心，便吃下这颗麻沸散。开始吧。此毒的解法便是用你的药血换掉它的毒血，你想好了？救命之恩总是要还的。二公子每日都会来唤大人起身，今天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听二公子贴身用的小厮说，二公子近来日日咳血，夜夜难眠，身子衰败得厉害。哎，大人。二公子呢？近日还未见过二公子，许是还在歇息吧。小孩，太阳晒屁股了，怎么还不起床？灰姨，现在不是玩躲猫猫的时候，出来。不行，我得找到他。见过二公子吗？没见过。见过二公子吗？二公子今日一早就出去了。他去了什么地方？二公子不肯说。不肯说，莫非他想离开？找，都给我去找，就算把圣经翻过来，也要带他回丞相府。我两次落魄你都未曾离开，为何我一恢复你就消失不见？我绝不允许。恩情已还，我们结束了。那你知道吗？司丞相忽然不瘸了，还重返朝堂，受陛下重用。司丞相一回来就解决了一桩贪墨大案，抄了数十座府宅，听说当初毒害他的人也在其中呢。有些人啊，他生来就该权倾朝野，
就算一朝失势，他也能东山再起。我煮了凉茶。你可算来了，我诊治了一上午的病人，说得口干舌燥的，嘴皮子都快磨烂了。便是我来了，也不会替你诊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今日如何？吃药了吗？嗯，今日身子松快许多，想来是解药起了效用。也不知道是谁恨毒了你那情郎，用了全天下最阴狠的奇毒。要不是遇见我，眼下阎王爷怕是已经到了丞相府门口了。是是是，你医术过人，是我的恩人。既然知道，是不是该做些事情报恩呢？什么？你恩人我，要去吃碗阳春面，你就帮我看会儿摊子，抄些药方。大夫不在，还请阁下晚些过来。说我偏要现在诊治，你当如何？可有哪里不是？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他曾口口声声地说着喜欢，却毫不留情地从我身边逃开。心痛的厉害。四方轩，你放开我。我金尊玉贵地养着你，便是流落到苦寒之地，也不曾让你受累。把你养得娇贵，是让你顶着日头去吃苦的吗？四方轩，你曾救过我一命，如今我也还了，何必继续纠缠？我们已经两清了。两清？不可能，自你进入司家，你我就不可能两清。魏一言，你别想着离开，否则丞相府能做你的庇护，亦能做你的囚笼。回忆正方，委屈了，这段事实我始终提心吊胆，担心你吃不饱饭，唯恐你露宿街头，又怕你被人骗去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你告诉我，为何离开？没有缘由，我腻了。腻了？好一句腻了，仅凭一句腻了就要和我断绝关系，你休想！四方寻，你别犯浑。犯浑算什么？若能把你留在我身边，就是发疯也无妨。小孩，你亲口说过永远不会离开我。曲终人散，灯火已阑珊，风尘留一人承担。四方寻，你开门啊，别躲在里面不说话，我知道你在府里。你今日来此所谓何事？二公子，好啊，终于让我逮到你了。 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叫人了。我才不听你的，有本事你就叫啊。救命啊，有人强抢民男，欺负人了。你别追了，我认输。我不过要你油火赏花，你怕什么？我一介江湖郎中，受不起。可你对我并非无意，为什么要逃？你们公子小姐不都讲究门当户对，两心联姻吗？我无权无势，还是不趟这趟浑水为好。联姻？要是我兄长为前途牺牲我，我定非打死他不可。啊！江畅，我只问你，若我不是林尚书的女儿，你会喜欢我吗？喜欢。那是否开的正寒气如火箭。听好了，我们林家从不用女儿换前程，我邀你游湖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想和你成婚。跟我回家去见我父亲。啊，不行。我得先给二公子送解药。你放心，这回我一定不跑。原来解不开。这是做什么？回二公子，大人说他要成婚，要我们准备迎亲的事宜。迎亲？二公子身中剧毒，方才急火攻心，以至于毒发。他中毒？他与寻常人不同，天生百毒不侵，他用自己的一身药血换掉你的毒血，以命换命，替你解毒。眼下该如何？有什么办法？我今日过来就是为了送药，谁知道你，哎，都怨我，是该怨你。出去，我自会为他诊治。再问遍桑田，我依然
方寻，你可知我的时间不多了？如果我早些察觉，他不必横遭此难。如何？你哭什么？毒素已经彻底清除，现在只待他醒来。何时能醒？也许一日，也许十日，又或者一年。无妨，我会亲自照看他。我做了一场梦，梦见四方玄整日拉着我的手说情话。你们，你终于醒了。控制我的心，潜入的眼睛，把我生命难平，指引我走。我未请江昌出山，以身试毒的事我都知道了。你夫人就在身边，来抱我做什么？夫人？哎，你别胡说，一心现在是我的夫人，我的啊。我说你为何急火攻心，原是因为这个。自始至终我想迎娶的只有你。